二斤一个的生蚝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一共是四个啊，大概是8斤左右。老板说老肥了，然后呢，刚刚上面全是泥，刚刷干净啊，一会儿给它煮熟了，看一下。煮好了啊，我们看看里面什么样。看，比我脸还大。拿一下啊，哎呀，挺难的。哎，完了，打不开了。哎，我还怕它伤了手。啊，真的怕把我手划出血了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它弄开了啊！哎呀，好像比想象中的小点呢。那个老板是不是把我忽悠了？啊，不过也依旧很大啊。尝尝，哎呀，味道不错呀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隔着手套也出血了，看这手套全碎了，终于把它们都打开了啊。肉怎么讲呢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大小，今晚我注定豪横了，是不是？挺鲜呐。这上面还附着着一个小的，这小的吃了。再看看这个啊，哎呀，这个有点意外呀，有点小，比想象中的小啊。但不过比普通的生蚝还是依然会大很多很多啊。最后一个，这里面开的时候都被剪碎了。四个大生蚝，我已吃饱。裹满酱汁儿。这上面有小的呢。这上面还有个小的啊，看这里面有没有肉。嘿，哎，还真有啊。总体来讲不太划算。然后下期见，拜拜。